就是选手教练会坐商务舱，哎，这个已经做好。全部的选手教练都坐商务舱，确定是全部代表队选手教练都坐商务舱。确实视力不周，在这里我要和体署张署长来向所有奥运代表团的国手致上最大的一个致歉。相关的负责官员当然要负责任，不过现在正在前线打战，我们这个时候要全心全力争取胜利，我们也希望国人同胞给选手们加油，让他们能够专心赢得最好的成绩，至于该追究责任回来，我们对于相关官员当然都会查究。